车呀，估计那个，一个半道断了，能不能搞定？我也管不了那么多，真是这样子。这就很多流浪汉就是这样子嘛，你都没办法，那个鱼又如何处理？所以他也难处理呀、啊。所以要有多少钱，他都难处理。这个瑞正是我们看来，那当然，有的时候是。所以你很多事情啊，你要正面和反面都要看一下，也都要去想一想。